谁？他不在了。啊？他不在了。你不是会说几句日语吗？啊，对付两句。张嘴。啊，说。打我。打就打。打我。打。打我。打。太君，您告诉我，您到底住哪儿啊？啊不，太君，你看他喝多了，找不到路了，然后让我送他回来，他又不知道了。太君，您说呀，您到底住哪儿啊？太君，您到底住哪儿啊？八哥，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不是太君，您打我干什么？是你让我带你来的，你又不知道住哪儿了，你找不到地方，您能怪我吗？你们是谁？太君。我知道我是谁，他不知道他是谁。你说他在我们那儿喝多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说让我送他回来。您看带回来他又不知道在哪儿了。您说这舍不得，太君，你们这位太君喝多了，让我们送他回去。是山崎部长跟他的朋友，需要帮忙吗？他说不用了，走吧。那我们送他回去了啊。太君，你慢点，慢点啊，马上就到了。马上就到了啊！杨飞，你弄这些干什么呀？等黑子回来你就知道了。报告两位同志，你要的东西我找到了，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就是这个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东西可是我找着的啊，对不对啊，黑子？行行行，算你找到了吧，功劳归你，行了吧？给我。什么呀？盒子炮啊！我给你大嘴巴子，还叫盒子炮呢？哎，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啊？小子，刚才在里头不敢收拾你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儿分分钟收拾，你信吗？不是，你刚才也承认了是吧？东西我找着了，功劳归我。我掉链子了吗？啊！哎，当时打赌的时候，你们各位可都在场啊！你别想赖账，把我的枪给我，给你一颗子弹，我再给你一脚，啊！我问你，刚才碰见小鬼子是谁吓得差点尿裤子，还想跑，是不是我把你拽回来的？承不承认？不是，那当时情况那么突然，我也没经历过那样的事儿啊，我那是下意识的反应，正常的。下意识还反应还正常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，还想要枪呢，门都没有。不是，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守江湖规矩呢？哎，那个彩霞妹妹，你给评评这个理。你妹？谁是你妹妹啊？彩霞姐姐，你给评评这个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让我评这理啊？你怎么说怎么是，我要听你的，行吗？行。要我说呢？嘿嘿，五十大板，你也五十大板，
平局。不是，哎，我说你这人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你不想学变戏法吗？你一码归一码，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让我评这理，听不听？行，我听。哎。